一位经理嚟。健康啊，先生。啊，健康啊。系啊。做乜咁嘅住啊？我知道我今日靓嘅，年轻啊。唔觉咯。唔觉啊！我今日唔靓咩？名牌袋、战衣、健康 perfect 啦，而家被请啊。你套衫 OK 咯，个袋唔得啊！点解个唔得啦？名牌嚟嘅，先生 ，quality 保证，啱啱 fit 新款，雇主都觉得我有 taste 啦，你咪唔识啊，先生。系就系名牌袋出事啦 ，Regine。点解啊？名牌袋 quality 保证嚟嘅喎，先生系咪先？系啦，正所谓咧，副业袋做唔耐，啲 HR 见到你攞啲咁贵袋嚟见工，佢哋唔会觉得你有心机做嘢噶。吓，会咁谂噶？咁我又唔系副业袋。咪係咯，咁出嚟見工咧，平平實實咁 OK 噶啦，著翻平時嘅你啦 ，OK。咁我而家見工，咁見我咩先？啊，呢個袋唔啱你使噶，你俾我啦，呢個袋 OK， 拎嚟啊，我俾個啱用嘅袋俾你。係啊，拎嚟啊，拎嚟啊，嗱呢個袋咧就啱你用啦 ，OK。嚇？呢個？冇錯。